本来是咧做汾酒的批发商，一个月营业额差不多有几啊千万。生意好的时，送货拢送袂离，变成食唔成食，困唔成困。生意若咧歹的时，搁爱负责厝租甲薪水，上惊就是惊去用倒销，所以压力真大。甲做济了，听上人的开始，渐渐了解这个因缘果报。正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因得恶果。汾酒的生意，这嘛是算无修改。想到十界内底，免饮酒，免食薰，家己煞咧做这汾酒的生意，这嘛是算无修改。安尼丢丢头要一年，最后决定把这二三十年的汾酒生意收起来。人建议讲放阮囝去做，不过这嘛是等于阮囝咧做业，有人要甲我租厝继续做这汾酒的生意。安尼我想看嘛是间接咧害人，决定无要互囡仔做，也无要租互别人做，卖阁继续做恶业。透早三点半就起床，负责到环保站开门，花莲精神连线。每天做早课，听上人讲经，感觉真欢喜，烦恼嘛减少啊，生活过得真有意义，让我深深体会到上人一句：“正是以舍得，舍得能舍才有得。”